我们来到苗栗，准备要去参加一个大胃王挑战。这个挑战是有一个炸鸡店推出的，它是限时30分钟内吃完一只热腾腾的炸全鸡，就可以获得奖金2000元。那失败的话是负399元。现在外面下的超级大雨，我们准备出征。那在出发之前，大家可以先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跟 FB， 看到更多生活动态哦。走吧。台风天吃炸鸡。好，我们现在到这家爆 Q 美式炸鸡了，准备要进去挑战。那今天我们的老战友又出现了，嗨 ，Hello， 真的是老战友。我们等一下决一死战吗？真的是决一死战。那走吧 ，Go，Let's go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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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没完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喽！외상의목소리그부정하게커버린거지거리어사이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开动。我靠。Round one. Round two. 好，那我们准备还可以挑战。好，来，开始吧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
起来就像甜辣酱。吃完几分饱？还有两个没有直接用到，只有几分饱，几分饱，没什么感觉。我还跟小朋友要零分饱，分饱。那我们的朋友还在更重，吃完，我还快吃完，他也吃蛮快。目前他这边是过了12多分钟，但这时候就是要靠意志力，真的就是不能放空。真的，大师指点。然后就塞进去，你就像在慢跑跑最后一里路这样。不管怎么样，绝对不要放弃啊！可以的，不要放弃，加油！我们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，加油！我们今天一定要全胜。哇！这前面都是装的，其他有力。难怪叫夜城，放弃就是厉害，职业成功了，是风之谷的职业。还想再吃一次？怎么样？蛮辛苦的，蛮辛苦。它的炸鸡就像刚才泡芙讲的，真的是薄皮多汁，非常好吃，超爱，整个鸡都锁在里面，整个超级。
曹操都知道，吃炸鸡就是要吃爆皮。我们决定再去附近吃一点东西，但老板有推荐我们几间，现在就出发吧。Fit. That's right, baby. 今天有人做。Yeah, you did. 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客家美食街。将计就计啊，它是70年老店，刚点了一桌好料，现在就直接开吃吧。我先来吃这个，听说是他们的招牌，叫做热狗。它吃起来很甜，口感有点像是奇鱼藕莲混合甜不辣那种 QQ 弹弹的口感。他们的招牌肉圆，这个皮看起来就超 Q 的，嗯，很有嚼劲，薄厚适中。搭配这个橘黄色的招牌辣酱，带有一点甜度，很有特色的一种调味。而且它这个内馅绞肉跟笋块的比例很刚好，5颗可爱的水晶饺，里面的内馅 Q 弹扎实又有嚼劲，猪肉蛮鲜甜的。我问你们哦，你们最多可以吃几道菜？10道吧。真的，我最多只能吃9道。9道。因为我会胃10道逆流。而且它这个上面的油葱酥非常香，很提味。再来是他们的卤肉饭。肉很香，不会太肥，上面有放一点类似酸菜，再来吃吃看这个馄饨，看起来就是手工现包，它的外皮吃起来略有 Q 劲，内馅很扎实，猪皮。但我把它全部冻。猪肝。像全身的呱呱鸡。什么瓜？丝瓜。哦，真的？那你知道呱呱是井底之瓜吗？真的？因为它是小笨蛋。笨蛋。招牌排骨。它这个排骨其实蛮厚的，腌制的很好，很入味。那个，你们两个英文很好，对不对？还好。你们知道在美国的蜜蜂叫什么吗？叫蜜蜂。USB。USB。好。越来越辣。好，那我们吃完啦，等下再去外面录结尾。那我们刚吃完炸鸡之后，又去吃的冰，还有念念将计就计。今天的行程真的很丰富哦。
今天跟大家一起出门旅游，挑战大胃王大吉，真的是开心的一天。我觉得真的是佛心的一个挑战，好吃，然后又给你这么充裕的时间，让你好好的享受，吃完还给你2000元。这个老板的炸鸡真的很好吃，所以要吃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前30分钟跟店家预定，就这样就不用再多等时间，你可以吃到热腾腾刚出炉的炸全鸡。赞赞！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可以去订阅他们的频道。谢谢，吃饭顺利，谢谢，很开心。喜欢的话，可以再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哦！大家拜拜！拜拜！应有，超级感谢。哇、啊，这辣的已经伸出来，但你那边都撕掉了。好强！我想说，你看你这么大雨，就放弃走路了。世界很甜，因为有你。